先开经本，一百零二面，纲要所揭露的还是很长，我们想在很短的时间呢，能够学习得到般若的实用，所以再从纲要里面呢选择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学法门之中迫切需要的开示来研究，所以我们采取的是选讲。诸位看102面倒数第三行最后啊这一句看起啊，最后这一句我们将经文呢念一念。善信佛不佛言，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不应住色，不应住受想行识，这一句非常重要。下面他说，这是回顾，色，色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世尊，是色非色空，是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一段我们读起来非常像《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般若心经》是600卷的精华精要，也就是说世尊22年所讲的般若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么几句话这称之为《般若心经》那么《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在这一句里面也在这一句里面，这就是不应住色，不应住受想行识无住生心。为什么不能住？这个住的意思就是执着我们现在讲执着，换一句话说，你可以分别，你不能执着你才有个入门之处如果把境界往上面再提升一层呢，那你连分别都不可以。前面我们曾经跟同学们讨论的很多了，因为一切众生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呢就是物质我们今天讲的物质，受想行识是属于心理我们今天把它分为两大类现代的科学分为精神呢跟物质色法呢就是属于物质用这一个字做代表。这个精神的部分呢就设四个受想行，受是感受我们有苦乐忧喜的感受
称心的事情就很欢喜，啊，违背自信就很难过，啊，他有感受，这个受是感受，啊，想是思想，啊，这个容易懂的，啊，几乎我们的想啊是不会中断的，啊，连睡觉啊他会做梦，梦从哪里来？梦从想来的，啊，你要不想啊就不会做梦，啊，行行是一个相续的相，它不会中断，啊，那么受相行识，受相行可以说是作用，那个识是心，啊，是体，有体有用，从作用里面说受相行，啊，为什么叫做识呢？这个体为什么称识呢？是含藏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啊，落印象，啊，我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有个印象，那印象在哪里呢？印象在识里面，识就好像是个仓库一样，啊，专门储存呢这些印象，那么这个印象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之多，啊，我们一生呢就够多的。这个摄性里面含藏的这些东西，累积的，这个储存的东西，无量无边呐，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呢，这就是因，这是种子。你有这个因，有这个种子，它遇到缘，它就起作用，啊，作用就我们叫起现行，现行实在讲呢，就是讲果报。你遇到缘呢，果报就现前了，啊，所以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啊一定有恶报，啊，决定不是没有果报。没有果报的时候，是你没有遇到缘，啊，你比如说我们种瓜。瓜子是个因呐，啊，这个瓜子要放在一个水瓶里面，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瓜了，啊，为什么呢？它没有缘，啊，它的缘呢是土壤，啊，肥料、水分、日光，啊，它有这些缘呢，凑合呢，它就会发芽了，就会生长啊。开花结果啊，所以诸位要懂得因要遇到缘才会结果，因要不遇到缘呢，虽有因不结果，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因永远存在啊，不像瓜子啊，放在这个杯子里面储藏一两百年它就烂了，它遇到缘它也不会起现行了，啊，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含藏在阿赖耶识，永远不会坏，啊，所以什么时候遇到缘什么时候啊果报就现前，啊，今生今世遇到缘那现在就报了，我们讲啊现世的果报，啊，他现在就遇到缘了，这一生当中没有缘，来生遇到缘，那来生呢，这果报就现前。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叫生报，生是来生，不是这一生。来生也没有遇到缘，啊，将来总有一天会遇到缘的，这叫后报。后报是在讲那个时间不一定，从你第三世，啊，一直到无量劫。决定不能说哦，这个因做了因啊，没有果报，没这个道理的。决定有报，啊，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啊，这个时候啊是讲他的缘，啊，遇到缘一定啊会有果报。那么你执着，啊。你执着，无论是在
精神方面呢，在物质方面，啊，你以为它是真实的，你不知道这是虚妄的，啊，你执着它，你想得到它，啊，或者呢，你想远离它，也不行。啊，总而言之，你对它已经起心动念，已经有了分别执着了，这就叫住。这个住嘛，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般佛法讲着相，着相啊，就是住。啊，着相呢，就有这些果报。啊，所以佛与大菩萨，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他不执着，他不着相，不但不着相啊，他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啊，所以他在外面呢叫照见，那不是分别见，叫照见。照见像一面镜子一样，自自然然的就照得清清楚楚，里面一点分别都没有。啊，分别尚且没有啊，哪来的执着呢？啊，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佛说了，这一切现象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都是一个幻象，不是实在的。啊，《金刚经》末后总结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佛把事实真相为我们一语道破。啊，梦幻泡影都是比喻，你不能说没有这个事，啊，明明昨天晚上睡觉做了个梦，啊，起来还清清楚楚，你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了不可得，啊，不但是你醒了之后了不可得，实在讲就在梦中也了不可得，哪里会有真的得到呢？啊，佛告诉我，设法界一正庄严的，就是梦幻泡影啊，不是事实啊。有相，没有体。啊，体也叫自信的。啊，没有自信，没有自体，假的，不是真的。色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心法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我们讲物质的部分色法呢，精神这一部分呢是心法，还是假的，还不是真的。啊，有些人呢，聪明人，他知道哦，这个色法是假的，这心法是真的。啊，像西洋。啊，过去这些大科学家，啊，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察，啊，也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啊，说我思故我在。我在哪里？他们也懂得身不是我啊。那什么是我呢？哎，我会想，啊，我会思。我能想能思的那个是我自己，这个就是属于心法了。所以他认为心法是自己，色法了他不是自己。对于这个色身呢，他就不太重视，他重视精神这一部分。其实那个我思啊还是假的，比我们一般普通人呢是进了一大步了，可是还不是事实。为什么呢？佛跟我们讲的能思的是什么东西？第六意识啊，第七识啊，啊，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你看看，落在第六第七识里头，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依旧是错了。啊，不但呢六七识不是自己，阿赖耶识也不是自己。
但是阿赖耶识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贴近自己。迷了的时候不是自己，觉悟了就是自己，觉悟了就不叫阿赖耶了，就叫真如本性。不觉的时候，真如本性就叫阿赖耶。所以阿赖耶叫半真半假，迷了它就是假的，悟了它就是真的。可是这个七十六识前五识决定是假的，决定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一切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白法明门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心法，这全都是有为法。这四大类合起来九十四法。这个九十四是天亲菩萨归纳的。天亲菩萨根据什么讲的呢？根据瑜伽师地论说的。瑜伽师地论讲的详细，里面总共讲了660法。天亲菩萨认为这660法了太繁杂了，对于初学相当不方便，把660法归纳成100法，叫做白法。这个法相中啊，这是入门的一个教科书啊，是入门东西。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呢，就知道这94法都叫有为法啊。他把这个法分两大类啊，有为法，另外一边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只有6个，有为法94个，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物质与精神，全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这四是真相啊！也正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你看《金刚经》佛讲的三心不可得，那个心就是精神这一部分。白法里面讲叫心心所。色法呢，这是讲的万法。佛说的万法皆空啊。为什么说万法皆空呢？因为一切法是缘生的，因缘生法。缘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它不是单独生的，它是有许许多多条件聚合起来它发生的。这许多条件当中缺一个都不能发生许许多多条件它没有自体。所以佛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么你能得的这个心不可得，你所得的一切物相也不可得，能所都不可得，这是真相啊！你今天以为你所得到的，那是你的妄想啊，不是事实啊！你以为我得到这个身了我今天得到很多钱了，得到很多财富了，全是假的你那在说梦话，哪里真有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们要觉悟的。600卷大般若，世尊说22年，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实在讲，这个事实真相很难体会过来不容易悟过来说了22年呢，
我们今天把大般若展开来念一念，念个几遍，你能觉悟吗？还是悟不了，还是把这个身当作真的，把一切万物当作实在的，里面还是患得患失，你造不造呢？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实在不得已，在套佛教里头这个说句话，我们的业障太重了。佛说的这些我们读了听了，不能说不懂，但是我们做不到啊。境界一现前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老样子啊，一丝毫都改不过来，这就是业障太深，习气太重啊。那么现在关键，我们如何消除业障啊？如何能把习气断掉？业障习气断掉了，那你就做了菩萨了啊，你就成佛成菩萨了。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佛是分正佛，分正佛就是菩萨啊。我们通常讲佛的是讲圆满佛、究竟佛啊。菩萨是分正佛，没有究竟圆满啊，他也是佛。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记》里面啊，跟我们解释的经上讲的诸佛如来啊，他就是说解释这个诸佛了，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四十一嘛，多嘛，就成为诸佛啊。这四十一个人最低限度的像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那就是佛，那一点都不假啊，他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但是他见性没圆满，他的无明没有断尽啊，只断了一品啊，四十一品无明通通断尽了，那就是圆满究竟佛了啊。那么这些都是佛教普通的常识，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啊，跟《心经》里面所说的没有两样，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特别这里要紧的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色是物质，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乃至于一切的现象都是属于物质啊，这个都叫色法啊。我们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乃至于意，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得到的啊，通通包括在色啊，用这个字来做代表啊。这些东西就是空啊。即是空啊，就当体皆空啊。那你就是智慧开了，你见到事实真相，你知道这一切万法当体皆空，你不会再执着的啊。也就是我们讲，你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你放在心上都累呀。啊，放在心上的现象就是执着、牵挂啊、忧虑，你就会产生这些烦恼啊。而不知道啊，这事实真相是一场空啊。你把这些，你起这些妄念，不叫自找苦吃吗？你本来是清净无为，你本来是天真佛啊，今天变得这个样子，就是对于事实真相没了解，
看错了，想错了，才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由此可知，空不当作无讲。啊，是空什么都没有，这个说法是错误。空是有。啊，有即是空，这是我们学佛的难关，因为我们一般观念，空跟有决定合不起来。空不是有，有不是空。佛法里面讲，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空跟有是一，不是二。你能够从这上体会呀，这就有味道了。那你就有入门之处了。啊，般若经，我们听，我们读，始终入不了门，就是空跟有这个概念呢，合不起来。那空是空，有是有，是两桩事情，这就是不得其门而入。那所以佛法这个经是大乘经，大乘经讲怎么入门呢？入不二法门。那什么时候你晓得空跟有不二？一就不二嘛，你就入门了。这一入门呢，哦，就了不起了。入门就是菩萨了，没入门是凡夫，一入门就是菩萨。啊，这个一入门呢，在教下里面讲大开圆解，啊，在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啊，大开圆解、大彻大悟，都是讲入门的。啊，入的什么门呢？不二门。啊，知道一切法了，是一不是二，啊，一即是二，二即是一，这个很有味道。你就入门了，啊，一不是二，二不是一，你始终入不了门。那为什么有人能入，有人不能入呢？啊，话说回来呀，还是有人执着，分别执着。一不是二不是一，他永远不能入门。有的人听得就哎，不分别不执着了，这一不分别一不执着了，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他就入门了。那么由此可知，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业障。你永远见不到事实真相。那么你说这一切现象是假的，我们每天看到这个现象好像是真的吗？好像这现象都存在吗？没有改变吗？啊，这是我们眼睛看错了。啊，你所觉得这个存在呢，啊，你要懂得这个存在是暂时的存在，这个大家能点头，不错，暂时的存在。啊，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间，纵然活上100岁吧，啊，100岁之前没有这个身体，100岁之后也没有，那么这个100岁是暂时的，不是长久的。啊，活上200岁也是暂时的，也是很短暂的，暂时的存在。所以佛用个露，露水。啊，露水，太阳没出来它在，太阳一出来蒸发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叫相虚相。啊，实在讲，它是不是存在？它不存在。啊，你了解它不存在，你才看到它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如电的，啊，闪电，如露亦如电。啊，如露是讲它的相虚相。就是暂时会存在一段时期，啊，那是相虚相。事实真相呢，刹那生灭。啊，这种事实真相啊，现代科学发达，
逐渐逐渐的体会到了。啊，科学家明了，我们这个身体，你到讲堂之前的我，以及听经听了一个半钟点，出去讲堂之后，这个身不是一个身的，不是的。你以为哦，你来的这个身上，回去还是这个身，错了，大错特错啊，不是的。你这个身不断在那里生灭，已经不晓得改了多少次了。那么说个浅显例子，诸位能够体会一点，我们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这个细胞生成代谢，啊，有细胞灭了，有些新的细胞生了，啊，它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啊，所以你来的时候，这一个小时，很多细胞已经消失了，很多新的细胞生了，那哪里是从是你来的时候的我呢？不是的呀，啊，不但我们这个身呢，细胞新陈代谢，连我们穿这个衣服，它也是刹那生灭。这个里面你分析原子电子，啊，分析到最后是粒子，啊，它也是刹那生灭，它也不是永恒，不是常住的。证明佛在经上讲的没错啊。啊，它的存在是如露亦如电，它的事实真相是梦幻泡影。你能够把一切物象能看穿了、看透彻了，你还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吗？自自然然，万缘放下了，万缘放下，你的心得自在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再也不分别了，再也不执着了，再也不打妄想了，啊，所有一切忧虑牵挂，一切烦恼贪嗔痴慢一扫而光，你业障消除了，那个东西都是业障啊，业障消除啊，你的真心呢现前，你的真心本性现前，真心本性里面含藏着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就是佛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通通现前了吧，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佛是真的苦口婆心呢，将这个事实真相呢为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你要能够证得，你就要真干，啊，你听了懂得了很欢喜，不肯做不行，不肯做你不能够证得，啊，你要认真去做，啊，这个做就是行了，就修行啊，认真去修行，啊，般若里的修是修什么行呢？就是修看破，修放下。啊，看破，我过去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刹那生灭，梦幻碰影泡影，了不可得。啊，以前以为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在知道是梦幻泡影，你就看破了。啊，从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有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忧虑，啊，日子过得好苦。现在明白事实真相呢，把这个东西全部放下，业障就消掉了。啊，看破是消所智障啊，放下是消烦恼障啊，你二障都破了啊，所以你就成佛成菩萨了。那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你所过的是真正觉悟人的生活，啊，那是真正的幸福美满呐，啊，我们世间人常讲真善美慧呀，世间人讲真善美是有名无实，佛菩萨过的那个日子，真善美是事实，哎，你从此以后就过真善美的生活了。啊，所以这个几句经文呢，那是般若里头精华的精华。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也非常重要，啊，接着看下去，乃至不应诸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呢，亦复如是。那这个言语很简单，陀罗尼是梵语，啊，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总持，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的，就是总纲领。啊，我们修学佛法要把佛法的总纲领抓住，那你修学就方便，就容易了。三摩地是定，那翻成中国意思是定，禅定，啊，也翻作止观，都是修学的方法。要和前面的意思来说，不应住一切陀罗尼门呢，真看破了；不应住一切三摩地门呢，也放下了。这是佛法，真是《金刚经》上所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前面讲的色空啊，里面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讲到陀罗尼跟三摩地，完全讲的是出世间佛法，佛法也不能执着啊，也不能住啊，啊，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出世间法，你可以受用，你可不能执着，啊，这个话。诸位如果还不能听清楚，还体会不到的意思，我再讲的浅显白一点，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可以享受，你不能占有，这个话好懂了，你有占有的念头啊，你就住了，你就错了，可以享受不能占有。那诸佛菩萨为什么那么自在呢？就是他享受，他不占有。我们众生为什么这么苦呢？我们享受还要占有，错就错在这里啊！享受没有错啊，诸佛菩萨享受啊！啊，你看看《华严经》，你看看《弥陀经》《无量寿经》，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怎么不享受啊？啊，吃饭的时候，讲经的时候，啊，大众聚会的时候，啊，有天乐，啊，有天人这个奏乐，啊，来供见你欣赏，啊，还有这个天女在跳舞来供见你欣赏，他怎么不享受呢？他载歌载舞啊。啊，他为什么得那么自在呢？他没有啊，这个得失的念头，啊，没有占有的念头，啊，这个就对了，啊，不像我们凡夫，我们凡夫享受啊，要想据为己有，那就苦，那就自讨苦吃了，啊，为什么不能据为己有呢？因为是空的，相有。
体空，啊，决定不可得。我们学佛要学这一点，啊，在一切享受当中，决定没有丝毫占有的念头，啊，于是我们的生活就能够随缘，就能够自在了。啊，你的烦恼啊，一天比一天轻，你的智慧呀，一天比一天增长。啊，这个是，佛法里头所讲的，转烦恼为菩提呀，啊，菩提是智慧呀，是觉悟啊。啊，把烦恼转变成菩提，啊，转变成真实的智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事出世间法都不可以执着，啊，都不可以据为己有，啊，你才能够得大自在。这个底下这段经文，啊，诸位明白这个意思了，啊，自己就可以看了。我们再翻过来看104面，这个文呢是从前面接着来的，我们把前面省掉了，单单看这一段，看第三行，104面第三行，是一切相之非取相修得，诸取相者皆是烦恼，何等为相？所谓色相、受相、行识相，乃至一切陀罗尼门相、一切萨摩地门相，于此诸相而取着者，名为烦恼。所以这何？以一切法本性皆空，不可取故。我们只看这一段的结论，前面跟我们讲的这个陀罗尼跟三摩地，这些呢，都是菩萨呢在因地当中所修学的纲领。啊，或者我们以为这个可以，不要去除。无上菩提，那我也应该要着了，要去着了。我们学佛目的就是求证无上菩提，这里告诉我一切智相，这一句就是无上菩提，啊，般若经上讲一切智相，一般大乘经里面翻译的叫一切种智，啊，他此地翻为一切智相，啊，这是玄奘大师译的，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已经的法师，他们都已成一切种智，啊，所谓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这三个合起来呢，梵语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翻作无上正等正觉，啊，一切智相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一切相知，佛在此地说得明白，啊，非取相修得啊，无相无上菩提决定不是着相可以得到的修得的，你要着相修学，你决定得不到无上菩提，不但无上菩提得不到，
连菩提的边际都得不到。啊，那你所得的是什么呢？这里讲的，你所得到的是烦恼。那为什么是个烦恼呢？因为你所得到的是分别执着，那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决定不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啊，说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智慧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啊？就是因为我们念念取相，念念着相，所以它不起作用。我们还是用着相，用执着这个念头来修学，那换句话说，你还是不会得到的。啊，一定啊，要离相啊！在《金刚经》上这两句话重要关键，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不但这个世间的一切现象不住，佛法相也不住，那你就真的成就了。啊，这个意思很深。很广，要细心去体会。啊，从哪里修学呢？从生活当中修学。啊，生活当中修学不着相。啊，我们吃东西不着吃东西的相，你是真正在修行啊。你吃东西还挑口味，啊，还要去讲求营养，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不好吃，我要想吃什么东西，你是凡夫啊！哎，你不是修行，不是用功啊！那真正修行人的是，一切味是一味。那为什么说一味呢？这个意味并不是说酸甜苦辣咸他都不知道了，那这个舌头不变成麻木了是吧？那哪里叫菩萨呢？那什么味道他都知道啊，因为他没有执着，没有分别。那并不是说他不知道啊，他样样都知道啊，他没有分别心，没有好恶心，就一切都随缘，一切都好。哎，你说他多自在呢？我们这样也要挑剔，那样也要挑剔，啊，念学佛，啊，对佛还要挑剔，这个就糟了。啊，你去拜佛，哎呦，这个佛像庄严，我喜欢；那个佛像我讨厌，我不喜欢。你看看，连佛像都要挑剔，啊，都要执着。啊，这个经本摆在这，哦，这个经好，那个经不好，这个经印得很好，我喜欢。啊，那个印的差一点，我不喜欢。你看看，你念佛法修学都是在那里分别挑剔，啊，在着相，你哪一天才能成就啊？啊，这个成就是你哪一天才入不二法门呐？把这些妄想念头统统放下，啊，那就是成就。所以修行怎难修？穿衣吃饭呐，啊。就是平常工作啊，处事待人接物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样样不执着。啊，这个就是佛菩萨。啊，换一句话说，你看《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修的修学的纲领，清净、平等、觉。如果我们与这个纲领相应，你是真修行。啊，我穿衣与清净心、平等心、觉心相应，我穿衣是修行。我吃饭
吃饭跟清净平等觉相应，那吃饭是修行，是佛道啊。我喝一杯水，我喝水的时候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我喝水就是行菩萨道。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与这个相应的，就是经上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以为怎么相应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都跟觉真境相应，这叫念佛。不一定口里头天天喊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叫念佛啊。口里头念佛心行都不相应，那古人讽刺你说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假的，不是真的。果然念念相应呢，一句佛号都没有念呢，它叫真念佛。为佛就是觉嘛，佛就是清净嘛，佛就是平等嘛。你念念都是清净平等觉，你不是在念佛，谁在念佛啊？大家看看这个《华严经》，我们现在正在讲着的。这刚刚讲过没多久，吉祥云比丘。代表的是佛宝，他给我们讲21种念佛法门，都说到他说这个念念相应，这是真念佛21种念佛门，把这个大小乘佛法全部都包括进去了。哪一个法门不是念佛门？可以说你的方法不一样，你通通都是念觉真经，只要念觉真经就是念佛。觉真经就是清净平等觉。这些道理我们要懂。最要紧的就是不着相，所以说是一切这个相智非取相修得。住取相者皆是烦恼，这句话要记住你的烦恼从哪来的？烦恼就是取相来的取就是得到的意思。我对于一切这个外面的现象，我要想占有，我要想得到，这就是取。你看这个十二因缘里面讲的爱取有。你爱是喜欢，爱不想得到它，没有得失的心。你的烦恼很轻烦恼轻你只有爱还没有取，如果落在取上了，那你的烦恼就重如果落有呢，那就更重有是什么？心里头真有念念都不放弃那个玩意儿，就问题就大了那你就真苦了最严重是你心里头有心里头念念执着不肯舍弃这个佛要度他就非常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些东西通通是烦恼烦恼很轻，有这个取就重了，有就最严重了下面讲呢，何等为相呢？哪些相呢？叫色相、物质、
受想行识精神的，啊，一切物质、一切精神的受用，刚才讲，你可以受用，你决定不能占有。啊，诸佛菩萨他受用而不占有，六道凡夫受用当中占有。啊，实在讲，还有很多说占有还得不到受用。你说那个冤枉不冤枉？啊，怎么说占有而不得受用呢？啊，现在在台湾这种例子就很多。啊，有钱的人家，在这个风景很好的地方买了别墅，啊，很漂亮的花园洋房别墅，他占有了，他有没有享受呢？没有。一年难得去一次度假，啊，平常呢雇一些人在那里看守，让那些人享受，自己不能享受。那些替他看房子工人啊，在那里享受还要拿他的待遇，还要接受他的供养，啊，那些人是真有福啊，他自己没有福啊。你看那个看房子的人，他有享受，他没有占有，他很快乐，很自在呀，啊，啊，这个有钱的人说他有所有，他不能享受，你说他多苦啊？啊，有很多人别墅很多，到处都有啊，啊，一年难得去一次，你这种人就被迷惑颠倒啊，啊，不知道积功累德了，不知道利益众生了。啊，占有能享受还能讲得过去，占有又不能享受，你有何苦呢？啊，花那么多冤枉钱呢？啊，那大概总是欠债的还债，啊，他雇的那个人替他看房子，那就是他的债主啊，那大概是还他债的。那只有这个解释，否则话怎么解释法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这个占有啊，就是烦恼。啊，所以于此住相而取着者，名为烦恼。无论是物质上的，无论是精神方面的，你要是着相取相，这就是烦恼。啊，下面佛把这个道理啊说出来了，所以这和呢，一切法本性皆空，不可去苦。在这佛把真话说出来，为什么诸佛菩萨受用而不取？啊，而不据为己有？他知道一切法空，啊，一切法决定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取有这个念头啊，他们没有。啊，我们能够把取着有这些念头打掉，大乘佛法修学不难呐，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轻而易举啊，那随时可以去的。那这个法门殊胜的，万修万人去。啊，前天我们三重净宗学院，啊，新道场建立了，啊，邀请我去参观，啊，他们请了很多次，我都抽不出时间，啊，我难得抽出一点时间到他们去看看。我看了之后欢喜赞叹，啊，实在难得，啊，台湾还有一点福报，还有一些真正修行人在那里用功办道，我们托他的福啊，啊，那个地方一百多人呢，认真在干，真修实干。
那主持的人廖居士，他们是居士道场，没有出家人。廖居士告诉我，这两年呢，他们同修当中有四位往生的，瑞相都非常好。确确实实是真的往生的，不是假的。但最近一位，距离现在才两个多月，两个多月以前往生的70多岁的一位老居士，他学佛没多久，他告诉我，他学佛大概只有4个多月的样子，往生的时候自己选择时间，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他初接触到佛法，一接触听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他就去找廖居士，跟廖居士讲：“我一定要去。”这个心非常的坚决，一定要去。过了一个月之后啊，他又到廖居士这里来啊，向他借一些经书、录音带，回家去听。又过了一个月了，他又来找廖居士，他跟廖居士讲，他说我们一家都不信佛，就我一个人学佛，我年岁大了，将来要往生，这个家里人来障碍的时候，那不就糟了？他不懂得佛法了，这个来哭，那个来闹，这手去触摸你身体，这个事情不就麻烦了？他问廖居士怎么办？廖居士给他讲，他说你们家里的人是不是都是有上班有工作？他说是啊。那你等他们上班，家里没有人才往生吗？他听的是有道理。两个月之前的时候，他真的，他选择的时间，家里人通通上班，家里没有人了，他往生了。等他家人是小孩下班回来之后，他已经超过8个小时。你看看厉不厉害？可以选择时间的，避免人家打搅啊！你看他也没有人助念，念佛才4个多月，等于说是欲知时知自在往生啊。没有生病啊，那好好的人啊，说走就走了。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不可思议啊！这些例子就在我们眼前呢。你要问他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别的，他真放下了所以才感应大家。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一面念佛，一面求生净土，这个地方还舍不得离开，你说那怎么行呢？这个地方儿女亲情，还有财产，还有股票，还有什么一大堆的东西，你那怎么办呢？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怎么念都不相应，人家为什么相应呢？彻底放下。一丝毫牵挂都没有，感应道教啊，可以自己选定时间的，不可思议。经文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无住品讲完了。下面呢是般若形象品，也就是说，般若修学的样子，我们也在这个里面呢来选段来讨论，请看经文，104面倒数第三行。佛慈世尊，菩萨
神地观察，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为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只看这一句，审是审查，细心的去观察；地是认真的去观察，细心认真的去观察。观察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实实在在讲，现在西方有许多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现在的科技是向两个方向在发展。一个是太空，向大的、无限大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向小的，量子力学，极其微细的方面发展，这是两个阶段。从量子力学里面去观察呢，跟这个就完全一样。观察到一切万法了，无所有不可得。这些人是借重科学的仪器，数理的推论才发现了。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没有这些仪器，他凭什么观察呢？就凭两只眼睛观察。佛的眼睛跟我们观察这个能力不一样，我们是肉眼的，他是无眼圆明啊。观察这些物象啊，无为不察。比现代科学家用这些仪器观察了还要深入。观察到一切万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种观察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的样子。什么叫修般若波罗蜜？这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是凡夫，没有这个智慧，粗心大意，也没有办法观到这么样的细微。可是从粗的相啊，你要去观察，那你也是在修般若波罗蜜多。那粗的相怎么观察呢？你观察了，观察周边这些众生，因为人呢，看别人容易，看自己难。但是你看到别人呢，一定要回来想到自己。看什么呢？看这些人啊，一年比一年老了。这里就生智慧呀，老了是无常啊。人不是一年一年老啊，不是一月一月的老啊，刹那刹那老化了。您能从想到刹那刹那在老化了，刹那刹那无常，这个就是无所有不可得了。青春不能永驻啊。再看看报纸，大家都有看报纸的习惯，不要看那些社会新闻，看那个东西我们心地被污染了。不看那些，看什么东西呢？
看讣文。哦，今天你看多少人走了，昨天多少人走了，无常啊。我在没有学佛之前，那个时候我在公家上班，每天早晨报纸送来的时候我一定看，我看什么？我看讣文啊，别的东西我不太注意，我就看的是每天都有人走啊，慢慢就会轮到自己啊。这个东西没有忌讳的，人生一定要走这个路吧。啊，你怕也不行啊，不能说怕你就不死了，哪有这个道理啊？你怕也要死，那不怕还是一样死吗？那何必怕他呢？能够提高警觉啊，能够慢慢醒悟一切法不可得啊。那么换句话说，你现在得了的也好，得不到的也好，得来呢绝不留恋啊，没有得到的决定不想，就随缘了嘛啊。所以的有也好，没有也好，都好啊。有不会挂在心上，不可以据为己有啊。没有呢，没有就算了，绝不希求。你说你的心多安，啊，今天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被扒手扒去了，大概扒了不少钱，啊，心里很难过。着相啊，爬去你平常捐钱做功德不一样的吗？那捐给他就好了嘛。你看那个念头一转，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你转不过来，烦恼啊，苦不堪言呢，你那些烦恼是不是能得了？不会得到了，你又何必生烦恼呢？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钱财假的呀，得失也是假的呀，不是真的。所以你得到不要生欢喜心，丢掉也没有任何烦恼，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这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如果我们学佛连这一点受用都得不到，那你就白学了啊。一定是看得开看得破，你才能得大自在啊。所以佛在此里跟我们讲一切法，你看讲自性空讲了多少遍呐、这一句话讲在这一部经上讲了百千遍都不止啊。诸位再看105面啊，105面呢，看这个倒数第二行，也从末后这一句看起，我把这个文念一念：一切法，立一切法相，自性亦立自性，相亦立相，自性亦立相，相亦立自性，自性相亦立自性相。相自性亦立自性相，若菩萨于此中学，则能承办一切智智。这个开始妙极了。我们所祈求的，就是要求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
他教给我们求智慧的方法。你一定要懂得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包含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包括在里面的。一切法立一切法相，这个意思深。譬如我们手上拿的这本书，这本书是法了。我们着相的人看到，哎呀，这是一本书啊，精装本呐。明白的人看到是，这哪里是一本书啊？这是一百多张纸啊。你看到一百多张纸啊，书的相就没有了。就立了法相，你看到的是真相，你看到这个书啊是看到假象，你看到这里一大堆的纸啊，你看的是真相。这个看法跟我们一般人看法就不一样了。真相明白了，容易破执着，他不执着。我们凡夫看到这件衣，这个衣不错，做得很漂亮啊。菩萨看这件衣是什么？这件衣是很多线条组成的，把这个线头拿出来一抽，一条线呐、哪有衣呢？这个衣无非是这个线条的时候编织而成的。再看那个线有没有呢？线也没有。线仔细观察呢，是许多纤维组成的。这样再一分析，再往里面观察，就变成分子、原子、电子、粒子。衣服的相不可得了。所以法立法相啊，自性也立自性。为什么呢？佛说自性只是个名而已啊。有没有这个东西呢？有。名决定是假名，名可名，非常名啊。你要执着有个自性，你就决定见不到自性。这个是佛法最难的地方。所以佛说法，马明菩萨教我怎么样去读经，怎么样去听法呢？你才能够其如这个境界。他说得很好，立言说相听，你就听，不要执着他的言说相，不要分别他的言说相。立名字相，这些自信一切法，这都是名字。一切相智，三摩地，奢摩他，陀罗尼，都是名词嘛，都是佛学名词嘛，假设不能执着，无有自信的。你要能够立相，你才真正懂得佛的意思。开经偈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相也立相，自性也立相，相也立自性，彻底说明一切法了不可得。
啊，这些句子彻底跟我们说明啊。所以菩萨在一切法相里面，你说他的心都清净，一丝毫不染着。啊，诸佛如来讲经说法，菩萨就听，佛清净的，佛说法没有染着，说而无舌，无舌而舌，舌跟无舌是一，不是二，这不二法门吗？菩萨听法，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听跟无听是一，不是二，他也入不二法门。这是成就一切种子啊！若不是这样修学，自性里面般若智慧呀，决定不能现前。这一句话要用禅宗的术语说呢，就是明心见性。啊，你要不是不以这个原则相应修学，你决定不能明心见性。啊，那么念佛人也一样，念佛人要步入这个境界，不是这样的，修学态度来念佛啊。你决定得不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一定要离相啊，一定要不着相啊，不能取相啊，相不能着，非相也不能着，这经文后头都有。啊，非相是什么？空相。啊，相是有啊，非相是空。空有两边都不能住，都不能取。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不应住法，不应住非法，非法就是空。啊，空有两边都不住啊。了解这一切万象的真实相，啊，这些现象。本体是什么？怎么发生的？对这些道理，演变的程序、过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不执着，明了是智慧。啊，一切都不执着是禅定。定功啊，我们讲到最初显之处，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寥寥分明，社会决定不受外面的诱惑，决定不受外面的干扰，就是禅定啊。你接触外面境界，看到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啊，好的就想要，不好的就讨厌，你就被污染了，那你就是凡夫，你被污染了，你在这个里面生起执着，生烦恼了。诸佛菩萨在境界里生智慧，不生烦恼，为什么呢？他没有取，没有着，没有这个念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智慧。学佛的人应当常生智慧，不应当常生烦恼。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掀开经本，109面啊，看109面，
第一行，从第三句看起，我把经文呢念一念啊。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不取有，不取非有，不取亦有亦非有，不取非有非非有，于不取亦不取。我们看这一段，这个桌子上有一位同修提了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共同有的问题。他问的是有密宗传承祖师云，能承担其弟子之业障，上师担业之后，其弟子业障部分转移，至上师身心亦受影响，或稍感不适，维持咒片刻了，旋即康复。此说佛经是否有据？上师佛云：能感受人身啊，人身上或身旁无形众生。譬如有人背上终日，云有悲魔附身；有人嫉妒好胜，云似灵蛇精怪之术，其弟子跟上师啊，跟师修法持咒，或多或少啊，也能感觉一般人之身口意业及身上之无形众生。我等专修敬业，老实念佛，本不杂乱。唯因家属有人信之，在家时常宣说，至生疑惑，还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在第一个问题，说是上师能够承担弟子的业障啊。这个说法倒蛮像基督教的上帝啊，你们想想对不对啊？你们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上帝都替你们担当啊，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他把你的罪业担当了，那你还有没有罪业？你还有没有业障？如果我们业障真的去消除了，我们就赶紧去拜上帝啊！真管用嘛！假如他担当了，我们业障还没消除，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他倒担当了，我们业障还在。你要晓得什么叫做业障。这个事情呢，你就容易明白了。所谓业，就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业有善业，有恶业。恶业是障碍，善业也是障碍。障什么呢？障我们的真如本性。什么叫真如本性？你要是不懂得，我们讲的浅显一点，障碍你的清净心，障碍你的平等心，障碍你的慈悲心。你这个自信啊，本来是真诚的，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平等的，本来是觉悟的，本来是大慈大悲的，
啊，你现在这几种都没有了。啊，怎么没有呢？就是你有业障了。如果你的业障消除了，那么这个无中心立刻就现前了。啊，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心啊，这不是凡夫心啊，你就超凡入圣了。这个上师把我们业障背去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就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就明心见性了？是不是就得清净心了？啊，果然如此，那没错，那这个真的有效。他把我们业障担去之后，我们还是糊里糊涂，还是是非人我，还是天天这个搞贪嗔痴慢，那你的业障一点都没消除。啊，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不就清楚了，就明白了。啊，所以首先要晓得什么是业障。啊，消业障这段事情，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诸佛菩萨都没有能力呀，代替你呀。这个事情是要靠你自己。啊，佛菩萨只能把道理跟我们说明。果报给我们说明。啊，你这个业障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果报？啊，善业变现三善道，恶业变现三恶道，你总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业障造成的。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业障。啊，妄想是最轻的业障，分别是其次，执着是最严重的。啊，你样样执着，所以才有六道轮回。你一切都不执着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可是你还有分别，你有分别就有十法界。啊，有声闻缘觉菩萨佛。如果连分别心都没有了，这个十法界也没有了。啊，十法界没有了，你才算是真正得到大的果报了。你契入了一真法界，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你到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是诸佛菩萨的受用途啊，那时才真正叫成佛，真正业障消掉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说有这些鬼神附身的，是有。这个事情佛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楞严经末后有一卷半的经文给我们讲50种阴魔。啊，这个现象在今天的社会非常普遍。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无形的妖魔鬼怪来附身来找你呢？因为你喜欢他嘛，那他就找你了吗？那我不喜欢他，他不来找我。那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你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喜欢跟妖魔鬼怪打交道，他就来了。啊，他来的时候容易啊，你要叫他去可就难了，那就不容易了。啊，所以这些佛经里面讲这是群邪。啊，对这一类众生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敬而远之。啊，为什么恭敬他呢？他是众生，他也有佛性。啊，所以我们对的，我们尊敬他，我们不要亲近他，不要跟他往来，什么事都没有。啊，这个妖魔鬼怪附身是实有其事啊，这个不是假的。啊，
决定啊，不要去惹他们。啊，这个是很大的麻烦。啊，我都遇到很多同学。啊，照模之后，这一般讲神经分裂，带神经病了。啊，来照模又没有办法挽救，我没法子。啊，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啊，特别是学密宗，学这个禅宗。啊，因为密宗跟广神、鬼神往来的机会呀非常密切，咒语里面差不多一大部分都是鬼神的名号。啊，你念就把它念来了。啊，我们念佛人只亲近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们绝不念他。啊，这个就是平平安安的，你这个一生呢就没事情了。啊，希望同学们要特别留意。啊，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与这个也有关系。啊，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般若波罗蜜多前面说的很多了，用最浅显的话来说，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诸位一定要懂得，事出世间一切法，唯有智慧才能解决。啊，大家要记住，神通不能解决，智慧才能解决。你只要开智慧了，你自然就有神通，神通是附带的。啊，所以佛教诫弟子不要求神通。啊，求神通容易走偏差，叫你求定求慧。啊，定慧里面自自然然呢，有这个能力现前。能力虽然现前，也不要执着，啊，也不要生欢喜心，没有什么了不起，本能呐，啊，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能力呀，啊。你本来有的能力失掉了，现在恢复，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那么修学究竟圆满智慧的时候，这里教给我们的纲领，这个纲领啊，就是两边不着，立四句绝不非也。此地讲的是四句。啊，这个四句属于不非，非就是错误，不是个比喻。啊，所有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根源就是这四句。你要把这个四句舍掉了，就是所有一切故事的根就拔掉了，你圆满智慧才能现前。啊，那么这四句呢，是与一切法，这一句是灌下去的。啊，一切法是指的世间法除世间法。啊，世间法我们在经上听到了，这是虚妄的。难道佛法也是虚妄的吗？啊，对的，佛法也不是真实的。《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指佛法。啊，为什么佛法也要舍呢？佛法也是因缘所生的，凡是缘生之法，
佛说了，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要是取相着相啊，那你就错了。所以这个一切法里面包括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啊，在一切法里面不取有，取就是执着啊。你看十二因缘里面，爱取有，这教给我们怎么样去断呢？不取有，不执着有，为什么呢？有是假有，不是真有。有是暂时的有，不是永恒的有。实实在在的状况啊。是了不可得，事出世间法都不可得了。《金刚经》上比喻作梦幻泡影，事出世间法都是梦幻泡影。所以相好像是有，体无啊。你要明白体无啊，那个相有也是假有啊，不是真有啊。所以佛经里面叫做妙有。什么是妙有呢？有而非有，非有而有啊，这个有就叫妙有啊。你了解真相啊，自自然然你就不去执着它了。甚至你分别都不要去分别，你在这个一切幻象里面你可以受用啊，你很自在啊，一切随缘，没有丝毫意思在啊，这一点要懂啊。真正修行，这个修行在哪里修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能随一切缘，不加一丝毫的意思，你过的这个生活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凡夫在日常生活呢，一定我要怎么做法，我想怎么做法，这一要一想就去了啊。有是色相啊，你就取了这个，取了色相了。非有是空相，那你看凡夫不是着有啊，就是着空啊。着有错了，着空也错了都错了了。六道凡夫哪一种人做空呢？四空天人做空，这四空天呢？色界天以下的都做有。实在讲呢，我们一般讲做空啊，比做有高啊。所以他六道里头啊，他达到最高峰啊，四空天呢。可是出不了三界，解决不了问题。他在那个期间之中啊，自己感觉得很安静啊，一切有都放下了，五欲六尘都不执着了，这个心地却很清净的，这是很高的受用啊。可是他不开悟，四空天里面没有佛菩萨去讲经说法啊。这个在我们佛门叫，只要进入四空天呢，八难之一啊。
就遭难了，这寿命长啊，那么长的时间没有机会呀、啊、听经闻法啊，换一句话说，他终止在那个地方啊，飞翔飞飞翔天八万大劫，那是多长的时间呢？一个大劫，要用我们这个星球来讲，就是一次沉住坏空。沉住坏空啊，是终结四个终结啊，沉住坏空四个终结合成起合起来叫一个大劫，八万大劫。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星球沉住坏空八万次啊。这么长的时间他闻不到佛法，堕在无明里面，他的确他于一切法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但是不开悟，封闭在无明里面，这叫遭难啊。八难里面叫长寿天，寿命最长，所以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呢，着空着有都不行啊，着空着有都离不了轮回啊。八万大劫到了，他还往下堕落，因为上头不能去了，只有往下堕。无量劫来所造的一些业，还是要去受报。由此可知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在这一生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就没有成就啊。来生做人享福啊，升天享天福啊，这个在佛法里的也有个很勉强的说法，叫人天小果啊。其实呢，人天小果是我们人呢、啊、能安慰自己的，不是佛说的。佛说的小果是阿罗汉呐、啊，阿罗汉超越六道了，所以超越六道才叫小果。你小有结果了，没出六道没有结果啊。所以你要是真正聪明，真正觉悟。决定这一生要出六道轮回，千万不要错了念头，我来生再要做人啊，做一个有福报的人啊，来生我升天去享天福，那叫糊涂的所以然处。啊，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啊、都做过富贵人呢、啊、过去都曾经享过天福啊，福享完了，罪业现前了，现在又堕到此地来了，还要继续去搞这一套吗？那么你要是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解决问题，你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啊，业有非有啊，业空非空啊，都不能执着啊，不取业有业非有啊，这就是业有一空。下面一句，不取非有非非有啊，就是非有非空，这总共叫四句。四句的根本是两个字，空有，一空一有，非空非有，这个四句是根本啊。只要你落在这个里面，
你的般若波罗蜜就有障碍了，你就修不成功了。那落在这四句里头啊，就业障现前了。啊，般若波罗蜜距离就原知原意了，你到哪去修啊？下面一句讲的是更彻底了，那个不取的念头都没有，都不可以有。啊，我不做空，其实你已经做了。啊，我不做有，你也做了。清净心里本来无一物嘛，怎么会有一个不着有不着空呢？你这个心里头就坏了，就有东西了。啊，六祖大师在禅经里面说的，本来无一物，你要执着。哎，我本来无一物，你已经有了，你有个本来无一物。你的心没有，不是真心啊，你里面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头啊。所以告诉你，不取也不取，你的心才真正清净。啊，真正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了，真理了。啊，有一个离的念头啊，你就没有离，你已经有了。这个地方很微细啊。清净心就是真心。啊，那我再问你，清净心有没有呢？跟诸位说，没有啊。你要说，哎，我心清净了，你的心就不清净了。清净心里头还有一个清净，就把它污染了。啊，本来无一物，你心里要真执着一个本来无一物，你又糟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这话能说得出来吗？所以这个真的东西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开不得口啊，开口就错了，不但开。